怎么这里？哇，好大一只！是不是比你星期天都还大？是。我打电话了，晓得。妈，你们上到车面吗？今天又星期五了，这小娃儿又回了。他们是要回家了，今晚先我煮了，可能带吃。来，上面煮了个，我上回洗衣机，你们吃的。吃一会儿煮都搞得面子啥子啊？我你这又好了，我正转一天儿来边上头，我给你修好。别个背煮了。你说嘛，你看我这二天一天在就编背着一身，怕背不上多，因为老人可以背背多。别人哭了二天慢慢在背。弄到太阳也不得不去给包头。我有个猪草啥的嘛，你要吃啊？那你等等，我给你一锅。弄到太阳我要你跟我去，我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但是我编的没得你们编的好看，多编好怎么就好看了？这个东西还是要讲经验啊，多有些年份的经验编的，走路啊，给你们喝稀罕了，快走我，盘盘都舔干净了还在吃的，我给你倒点儿去。你在这洗弄了，我说我来煮，那我给你烧火。用热的烧啥子烧嘛？我晓得。那我去把花点收起来。我小时候冬瓜煮来汤头哈。要的啊。现在冬瓜多得吃，吃不完。回来了，你脸咋弄花眼儿啊？我没洗脸的学徒。哎呀，老子脸都没洗的学徒。妈，我都想你了。哎呀，我也想你了。妈妈，我听说你们奶奶跟我说你买了鸵鸟了吧？鸵鸟吗？鸵鸟挂在哪里了？怎么我带你去看？妈，怎么这里？哇，好大一只！是不是比你星期天都还大？是。二天来长鸡要长很高很高，比你都高，明年它就长了比你都高了。我想去切它，它还那么小，它要长成年了才可以切，现在不能切。哦，妈妈，那吃啥子哦？啊，吃菜叶叶、苞谷、菇子、面面，跟人家鸡不一样的噻，吃法噻。哦，这个刚刚你不能挂板子花园，听没有？哦、这个我们挡着这个板板，免得它出来，要不然它跑了你做不到，晓得不？妈妈，我可以不可以？我想摸一下它。摸嘛，你摸一下嘛。它跑了。它跟你还不熟，等到明天它跟你熟了，它就要跟你耍了。它还跟着你走，晓得不嘛？我们把它放出来，让它跟着我们走。那放出来试一下。放试一下，有点跑了，懒得去咬，懒得开始叫叫了，天都快黑了。哦。鸵鸟，你长这个样子好丑哦！鸵鸟，你吃饱没有？我还没吃饭呢，我要去吃饭去了。明天我再给你喂。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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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出去，不是。这是到了哪一场公公了？啊，那看不见表儿的。
那些吃没有？吃一大坨。吃一大坨。嗯。很好。他晚上不喜欢吃猪肉吗？感觉噻。感觉我们过年我。你倒也是年头行了。爷爷还年了一亩多。我也是年头啊。这晚上放几天假？你这次放几天假？放两天。两天啊？读了几天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多天吗？五天。哦，还是读一些书还是好，还是书的。现在读了几天书了？